Hello， 大家好，我系 Kason， 我系马波哥。今日嚟同大家玩一个新嘅游戏啊，《轩辕剑龙舞云山》。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轩辕剑》啦？嗱，《轩辕剑》其实佢有好多个唔同嘅系列啦。咁啊，大家最熟悉唔系我嘅年代吓，嗰阵时候我听马波讲，唔系你嘅年代，大宇出品。横跨咗几十个年代噶咯，都唔系你嘅年代。系啊，咁啊麻布玩开嗰个咧，就即系玩天之痕啦，一定会记得噶啦。咁啊细个佢细个嗰时，唔系佢大个嗰时嚟。咩？我细个，我睇爷爷玩。天之痕啦，其实个游戏个定位咧就喺天之痕之后100年后嘅世界嚟嘅。咁啊，其实如果大家一开始入去玩嘅时候，你都会见到咧，佢即刻就已经会讲翻以前天之痕个尾咁样嗰啲嘢噶。咁啊，入去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游戏先。好啦，咁啊，其实成个游戏咧，你见到咧佢个画风咧都系有少少好似嗰啲水墨画风啊咁样嘅画风咧，其实系好靓嘅。系啊，之前我都有讲过，好中意呢啲咁嘅画风，俾大家望一望佢有啲咩角色先啦。嗱，哇，呢幅画呢个位靓，仲要入去。去嗰下咧，你系用第一身嘅角度入咁样。哇，好正呢一下！游戏入面其实有六个唔同嘅角色可以俾你拣嘅。呢一个啦，揸大剑嘅一个坦型啊，龙武军嘅角色啦。另外咧就系呢个琉璃会啊，最传统嘅合士啊，苍剑文啊。诶，呢个我系玩呢个噶。正太。法术攻击控制型嘅一个角色啊。另外仲有一个保师型嘅角色啦。我觉得呢个时候咧系争个萝莉嘅。冇错。其实我本来有几想玩呢个角色噶，俾大家睇。呢个型、啊。但系咧，我喺拣咗好耐之后咧，我最后都系觉得咧，点解最后屘会用男仔角色嘅？唔系轩辕剑啊嘛，咁我觉得咧有啲道士风咁样，好剑啊个型。嗱，我哋试一试呢个角色入去俾大家睇下先啦。一开始，其实咧成个游戏咧玩落去，你除咗有啲角色排阵啊，你要升自己嘅主角啊，同埋打主线之外咧，好多好多时候咧，因为其实轩辕剑系列啊嘛，即系大家以前玩过都系一啲 RPG 系列里面嘅游戏啦，佢其实。游戏嘅故事嘅占嘅部分咧系好大嘅，即系你可能真系睇好多剧情、啊，系睇好多剧情咁样样玩紧落去咁样。可能知道一啲即系之前玩开有啲后续嘅嘢。嗱呢段咧就系咧封印天之痕嗰阵时嗰段剧情嚟嘅。嗱入到嚟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咧好熟悉嘅一啲角色噶啦。咁你见到啦，呢个宇文拓啦，陈正仇啦。仲有於小雪啊，咁你就可以咧跟翻个剧情咧，再慢慢自己去欣赏翻呢一段噶啦。好啦，咁啊入翻嚟我自己呢个 account 嗰度俾大家睇下先啦。咁啊头先啊，我而家开呢个道士啊 case 啊，道士 case 啊，系啦。咁其实咧头先咪话咧，其实佢装咧之后仲有其他可以换噶啦。咁啊揿一揿俾大家睇下啦。嗱，商城呢度啊，佢除咗有啲货咧系要用货金嘅玉白买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啲咧系用铜钱咧，其实都可以就咁买到嘅嘢嚟噶。活骨灵药呢个系用铜钱买噶啦。冇错。咁啊，但系咧我哋而家俾大家睇下呢个。艺常系咪好靓啊？靓啊！买衫我在行啊！咁啊，俾你睇下啦。嗱，呢个原本嘅角色啦，你睇下买咗之后就系咁啊。后边点解你好似连样都变埋嘅？好似靓仔咗嘅？佢有得染色添噶，即系嗱，你可以紫色哇，好姣啊！黐线，好姣啊，姣紫啊！超靓，你睇下后边嗰嚿嗰个月亮变咗冰喎，好靓，超靓！你睇下呢个游戏里面咧，其实佢有好多几特。别嘅一啲休闲游戏入边咁啊，试一试俾大家睇下先。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几得意。呢个系咩嚟噶？轩辕琴韵，佢觉得拣双人玩嘅，我唔知点样双人啊。嗱，试一试一次俾大家睇下先。佢会话俾你听，戴上耳机玩更解。你，我想睇下佢点啊？喂喂，咁好多花，哇！你 miss 咗啊？我唔知开始做啦。咦，佢会唔会有之后咧会发展到要两个一齐揿啦，或者揿实到？诶、啊，有啊！有啊，即系呢个系一齐揿落去嘅。我挂住讲嘢啊！有冇 combo 噶？你而家十九廿几啫，而家。哎呀，短晒啊！简单咋呢个仲要系。哦，跟住佢就会俾翻所有嗰啲叫咩小素材定乜嘢？系啊系啊，就可以攞翻啲嘢，同埋会有啲成就咯，同埋你要储曲目咁样咯。呢个江湖小虾米呢个称号系一个好重要嘅称号嚟噶，喺呢度。仲可以自封呢个称号喎，我叫做江湖长龙长。长七米，咩啊？乜嘢个乜嘢料？型啊！喂啊！霸气啊！呢个江湖长龙长七米，OK， 有一个几特别嘅都巨海流音。咩话？巨海流音？呢个系一个揾好友嘅一个。系统嚟嘅吓，交友佢咧有两种嘅，一个咧就系自己留音，另外一个咧就系捞取啲音攞，即系搵，即系听下人哋把声咧，咦女仔 OK 喎，跟住你就可以交友。咁你咪可以扮女仔讲啦。系啊，所以我而家我帮你交友啊，搵咩嚟交友啊？你系边种啊？你系御姐啊，定系话萝莉啊？你系
御姐，御姐，御姐。你是御姐 ，OK。用我三生烟火 okay, 换你一身迷离， okay, 为你尘埃落定，倾覆一世。喂，我读第一句，读第一句，惊唔够气啊 ！OK OK， 惊唔够气，冇办法。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生迷离。投票佢咧？诶，又话多一句嘅。你录咗？录咗，录咗啊喂！诶，录咗。喂，录咗啊喂！点算？录咗。喂，摆咗喺个海螺度。俾人发现咗啊喂！啊、好啦，咁睇下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呢、这个叫萌啊，你知唔知道？睇下大家有冇机会会沉溺到我嘅海螺，可以听到呢句。点解呢个女仔咁迷糊嘅咁样咧？同埋你头先唔系御姐咩？你头先嗰把声系御姐嚟嘅咩？睇嚟先生练咗好耐，一生迷离。咦？又话多一句嘅。咁样咧就会记录咗噶啦，系啦。咁我哋而家嚟上前，上前攞先，我哋系啦。好啦，咁除咗咧，你头先可以玩过一啲系统之外咧，佢仲有啲跑商啊，即系一个丝绸之路啊。咁啊，几特别嘅呢一个咧，其实咧就系一啲可能赚你自己嘅钱啦，赚工会分数嘅一个活动啦。类似咧就系咧，你要喺一个唔同嘅地方啊，去一买一卖你嘅材料，跟住之后咧就可以赚到啲唔同嘅分啊、钱啊，跟住咧你就可以嗱呢度有啲奖励啊。如果咧你个贸易金额去到某一个数字嘅时候咧，咁你帮派资金同埋自己分到嘅钱咧，或者会攞到啲唔同嘅奖励物品啊。玩法咧，其實咧，大家入到嚟之後，你會見到咧，不停嘅一個州一個州咁樣咧去緊咁樣嘅。跟住咧，每入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你可以入去可能問下啲商業情報啊，嗱，睇下咩商業情報先。咦，你做咩買佢咁多呢啲熟感嘅咧？誒，新羅嗰邊咧，聽講帶埋大量收購呢樣嘢。哦咁咧，你就會知道咧邊啲物品喺邊度會賣得貴啲啊，邊啲物品可能喺邊度賣得平啲啦。咁啊，你收到啲情報之後咧，可能咧你就再喺交易所度咧做決定。我哋經過呢座城市。即是收了风再做一些的买卖啦。是啦。咁我哋呢再第二个地方呢就可以卖咗佢啦。好我哋都係讲返游戏嘅重点啦喺战斗部分先都係。係啦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啲游戏你大家去自己玩啦。咁战斗部分不如搵个活动巴蜀神殿啦同大家去打一打先。咁巴蜀神殿要组队咁嚟个便捷组队先我哋即刻。咁自己带一隻角色同埋你可以召唤一隻怪出嚟去帮你咁样㗎。咁自己呢度出技啦揀技能。哎呀慢得滞添喎。咩我怪气讲嘢。我想讲对面就暴雨好似好靓女㗎嘛。好靓个。靓个。我而家呢其实用緊隻僧呢係嗰啲你当係。在前面度帮我坦住嘅一只陌生型角色嚟嘅，其实游戏入边咧，佢会有属性相克嘅，咁啊分三个属性啦，你会见到咧，每一个人名下边喺行血前面嗰度都有噶，左上角都有写俾你睇嘅，即系呢个阴啦就会克住呢个阳啦，阳咧就会克住呢个冥属性，冥属性又克翻呢个阴属性，咁啊如果你黑属性打落去咧，佢有机会会有连击去追击打到下添啊，有机会。咁啊，一路打落去啦！而家组队啊，其实仲好啲啊！如果你开咗咧，入咗队之后咧，有个队长可以自己跟住去打。好啦，咁啊，今日介绍咗呢个《轩辕剑龙舞云山》。咁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下边 download link 嗰度自己 download 翻个游戏嚟试一试，感受翻呢个《轩辕剑》嘅跟住新呢一集嘅一个剧情，同埋去睇翻呢个内容。但很明显我們的昌龙长青米呢在做生意方面真的差了一點點因为我只是龙长高米什么了啊这个人下次回来再见拜拜